你明天不是生日吗？你们猜我去不去？去！不是，他们走不出去了，他们你们要走吗？我来等车。啊，那什么时候走？好可爱，那叫福，可以说吗？他福利，五百万福利，就是五百万福利。他叫五百万。哦，那你叫什么？刘长进。救命啊！你觉得我这问题？我知道。我也是。不是那。天若杰自己回家了吗？是吗？好，不是他去找车，帮你们找车了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车到了。那你们住哪？没有，这是随便问一下，没有让你回答。哦，我知道，看到你们冲过来，我也以为是你们家的。我以为是。对，我也是。我马上给你来。哎，可是有奖金很瘦。哎，有奖金你很瘦啊。好瘦。真的。给加大码。给加大码门价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忙家回。昨天是我。什么？我真有去看你们全中场哦。昨天在全中场，我有去看。是一次来北京玩吗？来北京玩。没有，真真走了。OK， 好。太狗了。我们来等车。那什么时候走？
化妆好看。对啊，可爱。可以说吗？啊，福利。五百万福利？什么福利？就是五百万福利。他叫五百万。啊，那你叫什么？金宝金。救命啊！你觉得我这我金宝金吗？我的天哪，好热啊！我也是。太热。不是，那好热天。其实我觉得自己回家了吧。不是，他去找车，帮你们找车了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车到了。那你们住哪？他说。没有，就是随便问一下，没有让你回答。嗯，我知道，看到你们冲过来，我也以为是你们家的。我以为是。可是有奖金很瘦呀。哎，有奖金你很瘦啊！好瘦！真的。给家的妈妈家。哇、哦！救命啊！好可怜啊！你们两个，我的男女，你们冬天到昨天是什么？哦，昨天那个是我。什么？我真有去看你们。哦，昨天在那泉州场，我去看。是来北京玩吗？来北京玩。没有。站站，是不是？走了。OK。昨天那个是我。什么？我以为是我们家。李彦君生日会你去吗？李彦君生日会你去吗？明天不是生日吗？你们猜我去不去？去。对不起，拿到五百万。